包子带晒两个趴呢，像包后只想就靠肉下到吃收收。是不是跟你搭档叫阿翔的都有事？我好像都带我的 p a 上回才说耗子忘 p a 三十日就传出和耗子一起入围金钟的乱谈阿翔秘密离婚，关心一下，我们私交还不错。是啦，我们不会聊私事啦，因为我们音乐人都是聊音乐，音乐上面的交流。我们音乐人，你刚刚那个表情，我们俩，对，那他看起来还好吗？有很心情上面还是一样，差不多状况。所以跟你搭档叫阿翔的都有事，都不就叫美美也会。我好像都带带我的 partner， 而且你要讲第一句啊，可是那个应该不能怪罪于我，因为那个不是你说很久。哦，之前哦，在你搭档之前，就跟你搭档之后就爆出来啦。没人知道，要算在他身上就对了。其实。至于先出事的阿翔，他最近只问我说：“哎，中秋节有没有烤肉？”他约你去跟他烤肉，去他们家。你们下面这么好，见真情哎！我也吓一跳。他一开始他不是这样问的，他说：“哎，阿林，中秋节阿林想不搞烤肉？”嗯，我们这还要带小孩出去的意思？他说：“哎，我啊，我烤肉啊。”然后他就被烤肉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说，我也以为我听错了。他也在场，他也在场。对，对啊。因为以前不可能，他们不会聊这种话。不会开场。之前你们粉专呢，我就好不容易很久，终于 PO 出一张浩翔的状态，然后粉丝就有人说，比较想看到你。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可以过滤掉，因为消化不掉的，你让它进去，你会坏坏了你的肠胃。嗯，你说要啥？我就说有一些留言呢、啊，我不太敢看那些东西。哦，你不会看留言？因为我本身不是，就是不要一直被手机控制，因为现在手机的这些 app 它就设计说让你一直聊留在上面。有空看一点书也不错，像我最近看的书呢是龙应台的。没有要追，没有要追。